没错，啊，情敌。My girl, this is for you. 尝尝这个鸡汤，我亲手煲的。我告诉你啊，你是第一个喝到我亲手煲汤的男人。男搭档吗？不需要。但是公司需要啊，对吧？微微。是夏总。是，夏总。喂，我们聊聊。他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，该不会要对我干嘛吧？你干嘛？快点给我拍个照！啊？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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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后面全部都带出来哈！哎呀妈，好了吗？好，再来一张。好了吗？好，我看看。什么啊你？为什么都拍你自己啊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跑步呢？你又撞了！好温柔啊，像邻家大姐姐。哎，偶尔换个风格嘛。你们两个这样看，真的好般配啊！来吧，我们可以开始了吗？可以可以，站远一点。韩先生，我原本不想参与你们之间谈话，只有我知道微微喜欢什么，需要什么。也只有我才知道他内心的柔软和脆弱。晾在软软的沙滩上，云朵好像你模样，又自然的穿。果然专业的就是不一样，不然我们今天直接把结婚照来一套。谁要跟你结婚？就知道你怂。我怂，谁怕谁啊？来啊，走啊，走啊，说走就走，来啊。